买保险就有保障，理赔被刁难，权益怎争取？当初投保只是为了保险，投保隔年风湿性心脏病，查两年前的病例，高血压性心脏病，带病投保你还隐瞒，700万没了。在投保的时候有家族的糖尿病，第四年黄斑部病变，你故意带病投保，民意中心去做判决跟审判，看保险公司还是必须要理赔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主女家务事。